蛮长的，你需要跟大家来讲一下，现在目前身体的状况很好吗？我目前身体状况都很好。是，那当然，因为其实先发的局数比较长，我一定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，因为其实去年呢、跟今年志伟的表现其实呢有很明显的成长。那想问一下，你自己觉得你去年跟今年的这个差异在哪里？所以就是经验，我们毕竟会输少，所以对战是输的，可是需要经验去不断的累积，然后好好的练投球，然后跟教练还有队友也是差不多的。是，所以呢，经验的累积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也相信你接下来经验越来越丰富之后呢，能够成为更独当一面的投手。好，那当然现在天上下起了小小的雨哦，还是不打扰大家赶快回家的时间。那邀请志伟来跟所有支持你的球迷朋友讲几句话。谢谢你们一直到现场为我们加油，然后往后的比赛也继续忙碌。谢谢。谢谢，感谢所有的一号队友给我们的支持。还有没有听我们支持的声音？好。妈，生日快乐。